第一個動作啦，我哋去收翻之前啲人咪好多啲好多人話好難練嘅脂肪就係成日黐住喺側邊啦。咁點樣會收翻啲線條啊？人魚線啊，就今次呢個都會練到少少人魚線同腹肌嘅。就揸住個波提起只腳左右左右，係啦，咁都要平衡嘅，係啦，即係只腳唔可以掂地。O K 喎 ，O K 喎，平衡到啦開始。OK 啦，要转噶，即系其实等于成个咁样摆落去咯。好，系啦，我试下十下好唔好？嚟你试先。好啦，你喐下先，一挨后少少，系啦 ，OK OK， 平衡到得啦。二 OK， 三四挨后少少，五六七八九。 OK 嘅，因为你唔系成日做开咧，你穿开嘅时候咧觉得十下廿下都好正常嘅，其实。咁呢个就收翻两边嘅人鱼线啦，好多人女仔就马甲线啦，好中意练啲腹肌啊，呢两个动作好紧要噶。嗯。我呢条你 OK 喎。OK，都练到。OK，练到噶，因为其实屋企自己揸住个足球啊、篮球啊已经得噶啦，其实，因为女仔唔使咁重噶嘛。咁当然男仔好似我哋呢啲要四磅啊、五磅啊，加翻啲重量，咁你肌肉咪会大啲咯。